阿拉伯卡，那这个城市可以文字变声音档，还会逐字念呢，但是要设定哦，要录到声音哦，你看，如果对着荧幕说话可以录音，那个是麦克风，现在要城市念出来的声音能够录出来，选那个立体声混音，本来没有呢。本来没有这一项，要按右键显示已停用的装置，然后跑出来这一项，然后点选，点选另外按右键选启用启用，现在按一下按一下设为预设，设为预设装置，确定这样啊，同时读念还能够录取哦。选项，音频输出，你看，诶，喇叭，那个地方会不会有问题？试试看，选项设定，朗读啊，旁边的尽量荧幕保护城市，引擎，选这个中文的，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。那你看这里，你检查一下，这个是繁体中文朗读，那你会念中文。哦，我会念阿拉伯数字，中文、英文都会念的，中文、英文也会念，网址只有念到主要网址。哇，一后面的没有。